宝贝，我给你买的包包你喜欢吗？看到没有，男朋友中法混血。你怎么又不接我电话呀？这就是我们宿舍三号床的皇甫淑敏。这个男朋友有什么用？别人是公主，她是公主病，仗着自己年纪最小，平日里总不嫌麻烦别人。腿麻了，我手机烂机。哦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最爱你了。关键他还神经衰弱，一犯病大家都跟着受罪。晚上十点准时上床敷面膜，可他爸妈又会在每天22:25打视频电话给他。这时候不管别人睡没睡，妈，他又不睡了。雨哥，你看一下那边那姑娘一个人上了寝室，要不要过去收拾吧？溜吧。您好，靠窗的卡座最低两人起坐，您等的人到底到了没有啊？要没到的话，麻烦先挪个地儿，也别耽误别人花钱正经谈恋爱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男朋友马上就到了。好，那要不您先把菜点了。我们店有一特色，就是上菜特别慢，要给您饿着了可不好，饿坏了怎么海阔天空谈情说爱啊。烫青菜有吗？麻辣烫有，青菜有，烫青菜没得。这么大个店连烫青菜都没有，那笑死人了呀。死也没得。麻辣烫只要青菜。好，两份。您好，请慢用。谢谢。什么情况啊？140块的麻辣烫就这么点东西，欺负谁呢？我要找你们经理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到你？我就是值班经理，记住了，周瑜。哎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要哭就哭，要跳就跳，老爷们等着上厕所呢。变态了你！我要上厕所，你没看这是男厕所吗？都被渣男抛弃了吗？至于吗？哎，那手帕我会还你的，洗干净还你。你想喝什么？我请你。不用，怕中毒，谢谢。谁要毒你呀？你想多了好吗？这是我们店的规定。
失恋的人呢，可以免费畅饮一杯，严重的情况，两杯。两杯柠檬苏打，算我的。不用找了，手帕算我买的。同学，干嘛呀你？撞死我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他撞我。哎，你不是跟你男朋友出去了吗？哎，同学，有的女生就是目的不纯，心机的不要不要的。可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什么参加啦啦队全都是幌子，这有什么用呢？还不是会被赶出去的。啊？我可没有说是什么新闻系的四字女生啊，你们自己对号入座，跟我可没有关系呢。荒废书敏，你现在马上来篮球馆。大姐，这人就应该当面收拾他。走。我不想看到。那好，我去。你们别冲。大家想加入我们啦啦队的话呢，非常简单，就可以。嗨，大家好，让我们来聊一下谁才是啦啦队的心机害人精。今天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啊。我在这儿正儿八经直播呢，你捣什么乱啊你？正儿八经直播呀？那你扯我们黄甫干什么？人家去拉拉队就是为了锻炼身体。再说了，哎，你男人长那样，他是瞎吗？凭什么看上你男人？我告诉你，你追他人多的去了，死缠烂打都不走那种。说他、啊，拿出来。什么？看到没有，男朋友刚从法国给他买的礼物，随便拿个包就说是男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。他有男朋友，骗谁呢？你别瞧不起别人。喂，谁啊？谭赛，开免提。什么？赶紧的。宝贝，我给你买的包包你喜欢吗？喜欢，那不喜欢我可以再给你买新的，你喜不喜欢吗？喜欢哈，那就好，看到没有，男朋友中法混血。哎，臭变态，跟踪我跟到学校来了。还有，你怎么有手机号的？给我老实交代，要不然我报警。谁跟踪你啊？你自己打的投诉电话好不好？140块的麻辣烫就这么点东西，我要找你们经理。我是这儿大一新生，摄影系的。还有，我不叫变态，我叫周瑜。宇哥，你看一下那边那姑娘一个人上了情侣座，要不要过去？不知不觉中，你早就遇到了一个命定之人，而且还和他有了亲密接触。命运就是这么神奇，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安排什么，这就是和我完全不一样的小黄符。哎，那手帕不会还你的，洗干净还你。不用找了，手帕算我买的。这上次找你那10块钱，放这儿。这颗粉嫩的小苹果什么时候才能成熟落地呢？作为5438的一员，我得多罩着它，毕竟机智如